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！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们这次来开箱54箱，现场实况。第一箱只有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你看是屁孩神吗？恭喜发财！连续五金，然后五次小雷，还是这个就很猛了。这个我有，抽。刚刚拍到安娜的，有安娜的新年，抽不抽？新的新的，对对对，新的炸弹鼠，哦，第一把，新的，不过我已经买了。如果小美，听月宝说小美的几率有倍增啊，我也想要凑凑。恭喜发财！没中，重复！这个没有重复。这个不错，旗袍。这个也不错，避雷机兵，重复。
复了。哇，重复，可惜啊。嗨，好，剩17个箱子。这个喷气还蛮快的。表情 ，no， 还蛮不错的，蛮可爱的、啊。继续去。哇，重复难度。哎，闪光，哦，新的，好棒，好棒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好的，看我们小美可能是门洞买的，哎，不行，重复，好吧。消费有两个金币，可能要用金币买了。呵呵。行李，剩下六个。哇，500块！500块 ，no。哎，小美，哇，剩下六个箱子，给我一个小美，太好了。月神 ，nice。还有这个屁股，真的特别的翘啊。然后我看，其实这个暴雪他们解释说这是一个 bug， 啊，以后会修正回来。哦，那时候我看莱斯的解说，他是蛮崩溃的。继续开，继续开。地雷机兵有了有了，好，剩下两个，剩下一个，哎，特写，抓手指，至少没有重复啊，总比重复好了。好的，我们这次54个开箱，开到如这样子结束。看来我们这个是只能用买的啦，买了。还有文斯顿，买下去。还有元氏好像没有，哦，亥影也没有。闪光也是要用买的了。闪光的是比较可惜啊，上一次圣诞节我忘了，所以说 上次圣诞节我错过了，忘记买它，所以这一次赶紧先买下去啊。新梅塔有，和尚有，炸弹鼠，哎，爆竹鼠 ，OK。法拉的话都有了啦，死神的话，我当初是死神控啊，所以我造型就给他收集。扎利亚 ，OK， 下一次造型就会出扎利亚了。好的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好，慈悲我们就用买的吧。小美，买了，买下去，哇！
一万六千的斗争兵剩下6000而已，有点伤心。好，这个也用下去，这个好像都差不多哈。夺命女没有，76也没有，对，76没有，半藏没有，低把我是直接用买的啦，因为它真的太珍贵了，我直接用买的。好了，这一次开箱实况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。